赵正刚同志，你给我听着，我高大炮当一天书记，你就得按我说的办。你不办，我就办你。你不去新扩，你这个月的奖金我是搞定了。镇长，镇长，向书记和林县长到市里开移民工作会议去了，你马上去找他们。如果这事儿向书记和林县长出面，还能挽回？你听我说了没有？啊？ 你到时去不去呀、啊？家里有我呢。不去。你不去，我去。我现在就去。你敢？洪波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敢去，咱俩八年的交情一刀两断。你凶什么呀，兄？你已经不是镇长书记了，你还凶？你凭什么凶我？你以为我去找他们是为了你吗？不是。 我是为了我们党整的干部，是为了所有上下移民的干部。镇长，你说我们这当干部都当成这个份儿上了，还要挨处分受委屈，我们这心里能服吗？啊，他能心服吗？我高大炮，你给我回来！ 移民回乡虽然原因复杂，但是霞江县委县政府没有去西北做细致的可行性考察，没有让移民对西北有一个全面的认识，所以霞江县委、县政府是负有一定责任的。陈书记，国家的直接损失是200多万呢。照你这么说，损失要由霞江的同志负责。 如果由霞江的同志负责的话，那么我认为这个处理意见就不是太重，而是太轻了。同志们，我们要为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买单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恐怕我们还不能感情用事。我担心的不是感情用事，而是我们对下面的干部没有感情。 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移民干部为三峡建设付出了多大牺牲，你就不会同意这个冷血而又无情的决定。冷血无情，这要看怎么说了。我始终认为，在功与过的问题上，一定要泾渭分明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两者绝对不能混淆。 陈书记，王局长，既然意见统一不了，我看还是表决吧。组织部等着我们的意见呢。你们大家的意见呢？同意表决。同意表决。好。那我们就举手表决。同意这个意见的，请举手。 先安心养病，啊，身体第一，其他的都是身外之物。我不管你从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，我和向书记都还不知道处分的事儿。就算你这个移民局局长被撤了，你也用不着哭哭啼啼的嘛。你哭什么？有什么可委屈的？要处分，我和向书记都有份儿，我们也跟着你哭去。该怎么做，我和向书记用不着你出主意。你只管养病，身体恢复了再说，啊。 好了，先这样吧。李辉说，市里在追究责任，处分决定已经出来了。责成县委将李辉和高大炮做一般干部使用。向书记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达镇是移民大镇，情况很复杂。临镇撤帅是兵家之大忌。是啊。
我们得为这两位同志说说好话，就说高大炮吧。达阵27万千移民，12731人，这么重的任务，得有个压得住阵脚的干部。你说还有谁比高大炮更熟悉达阵，更熟悉移民？我同意你的观点。李辉同志虽然没有太大的功劳，但是也有苦劳。他现在高血压、糖尿病，也都是因为工作。高大炮同志不是决策者。 作为执行者，他的责任不应该受到这种处分。不过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霞江县总得有人承担责任。李辉是县移民局的局长，当初移民到西北，他是决策人之一。好，如果只能保一个人，那就保高大炮。那您有什么具体的办法？办法？向书记，这种事儿。 光走正规渠道恐怕是不行的，有些关键人物我们得上门说说好话。谁是关键人物？我们可以先找市移民局局长。陈厚民局长。非也，我就是从市移民局出来的。陈局长，我还是比较了解的。你就是不找他，他也会出面的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光他说话不够。我说的是王天水，王局长。不过。 你可能还不太了解，跟王局长说话，你不能绕圈子，是什么就得说什么，哪怕是说假话，你也得说得理直气壮。当然了，在找人的同时，正常的程序还是要走的。等一会到了宾馆，我们给在家的常委打电话，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，然后由县委给组织部写报告。我们得两条腿走路。 话说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。我们有11个省市，在我们三峡市的高处。你们在那里拉一拉，我们在这里推一推，三峡大坝移民的问题啊，就不难解决啊。赵省长是我的老同学了，那天他跟我说：“说老陶啊，你说的好听啊，那小算盘一打起来，就觉得亏了。” 接纳一个移民，地方不好不行，好房子、好土地、学校、就业等等一系列事，我们自己还有一屁股事没擦完呢。陶市长啊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所以我说呢，你眼光短浅呐。世界上最宝贵的是人，你看看你身上一个个的水灵灵。 小伙子，勤劳善良，能吃苦，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，拿半个人的工资。再说了，你每接纳一个我们三峡人，就等于为你们储存了10万千瓦电。你们是工业大省，到时候啊，你们用电就甭发愁了。哎，这划算呢！你不信，你自己建个电厂试试。赵省长，怎么没意见了吧？没有。 陶市长啊，三峡人都来，我们欢迎。啊！喂，老姚。老弟啊，为了你这个正县级部将，工作很艰辛啊。 但处分是跑不掉的，结果可能是党内记过，2年内不得提拔。老姚，现在关键是想尽一切办法帮我挪个地方，啊！哎呀，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市招商局局长的位置，你有一个竞争对手。谁呀？市成都方面的。老姚。 你无论如何帮我出把力，啊！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我这边你放心，我会尽力的。啊，你们今天早上在市里开会吧，那哪天咱们见面再说。啊，好吧。
小胡，嗯，这个你这菜做的确实不错啊，但是你这个工作也得干好了，别把心思全都用在这上了。建国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听出来了，你这是在批评我。哼，我只是随便说说。放心吧，姐夫，我只会给你长脸，不会给你丢脸。这我相信。喂，喂，林县长，哎，我是小邓，我在市里。哎，林县长，您什么时候抽个空和杨总见个面？杨老板，哪个杨老板？啊，就是参与乌江大桥竞标的那个杨总，杨兴国。嫂子说让我陪他到市里来见见，我就陪他过来了。我说你怎么这么没脑子？小婉让你陪他来见我，你没被他给骗吧？啊，亏你还是办公室主任。他跟着跑到市里来。你告诉那个什么杨兴国，找我没用，要想竞标就得拿出真本事来。我正在跟领导汇报工作，先挂了。哎，小虎，你们说的是乌江大桥工程吧？是。乌江大桥工程可得抓紧呐，再不上马，会影响三峡大坝蓄水的。我知道，关系到三峡蓄水的大事，我敢不抓紧吗？怎么找你干点事这么费劲啊？杨总，您别着急啊，最近又是移民又是大桥工程的，确实是太累。城市发展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问题，经济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基础，你记下了吗？你就从这个点弹出去。对对对。喂，那今天就谈到这儿，咱们改日再聊啊。好，再见。哎，向书记。哎，林县有事儿啊，进来坐。不了，是这样，刚才广东绿色集团给我打电话，他们的罗董事长后天要去美国，可能要去两个月，这不急着让我去一趟广州，跟他们面谈一次在峡江建厂的事儿啊。如果谈妥了，马上就签合作意向书。我刚才查了一下，9点还有一班飞广州的飞机。哎呀，你一个人去啊？没有，我刚才给小邓打来电话，让他把文件准备一下，明天一早赶到广州跟我会合。啊，你刚才房间去织战线？哎呀，我刚才打电话。哎呀，如果这次能跟广东绿色集团的合作意向书签下来，对峡江来说是个大好事儿。是，不但能安排就业，每年还能创造上千万的税收，太好了！你赶紧去吧。那县里的事就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你赶紧走吧，别耽误了航班啊。哎，要不要给你派辆车？不了，我打车去。啊，行，你出门在外自己注意点啊。好，再见，向书记。好，再见。嗯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向云秀。王局长，啊，向书记，坐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了。这份报告我看过了，我想你应该把它交给纪委，或者是监察部门。移民局没有处理干部的权利。王局长，峡江县出了移民回乡的重大事故，干部受处分，这绝对是应该的。可是因为工作的原因，县委希望能把高大炮同志留下。我们听说组织部会征求移民局的意见，如果说王局长能帮帮我们跟组织部，这个忙我帮不了。我觉得你们峡江县委眼下应该尽力解决的是回乡移民吃饭的问题，而不是哪个干部受不受处分的问题。对不起，王局长，县委保高大炮是经过常委慎重研究的，是我们集体的意见。第一，当时西北移民试点的点长是彭博书记，高大炮作为下级，在决策上他不可能有充分的发言权。第二，达镇是我县二期移民的重点，所以我们认为把高大炮同志留下，对达镇的移民工作有好处。
这些你都不要跟我解释，处分谁谁都有理由，那监察机构不早就撤了？而且我个人对这种有组织出面的非组织活动并不赞同。王局长，你看了我们这份报告，你就知道这不是一个非组织的活动。但是你要明白，犯了错误就必须要接受处罚。向书记，你给我留下过很好的印象，但是你现在这样做，从表面上看你是在关心爱护基层的干部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向书记，你是一位年轻的干部，我不希望你在这些问题上花太多的精力，动太多的脑筋。也许啊，也许我这个话说的尖锐了一些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理解，好吧？向书记，我想我的意见都已经表达清楚了，我还得回办公室处理一件事儿。啊，你等一下。王局长，我不能接受你的批评，峡江县委更不能接受你的批评。同样，你也曾给我留下过很好的印象，但今天你让我失望。你是我见过的最自以为是的领导。夏书记，夏书记，我们又整理出了一份高大炮的材料，组织部的我已经送去了，这是送移民局的，你看看。这材料没用了，我刚把王局长给得罪了。怎么回事？我说他是我见过的最自以为是和最让人失望的领导。向书记啊，这当领导的最怕有人这样说的。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事情办成，真要是把高大炮给处分了，那达镇的移民工作谁去做呀？说实话，高大炮我还是了解的，他是个好同志啊。刘局长，这材料是你弄的？啊，是啊，我一听说要处理高大炮，连饭都没顾得上吃，一直从中午忙到晚上八点，又匆匆赶到市里。我知道这事一定要赶时间，一旦正式行文再改，那就困难了。你辛苦了，刘局长。啊，向书记，说实话，我这样做也是有私心的。如果真能留下高大炮，我这个移民局副局长身上的担子也就轻松一大半了。我喜欢听你这种大实话，刘局长，你先到我房间休息会儿，我现在就去找王局长，回来我请你吃饭。哎，不不不，向书记，不了，我还要赶回去。哎呀，光顾着忙高大炮的材料了，家里还堆了一大堆的事情了。向书记啊，这次你无论如何也要忍一忍呐。你放心吧，有你这个高大炮，我相信一定能感动王天水局长。我走了。进来。王局长。向书记，我是来道歉的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这个人性子太急，遇事很冲动，我知道自己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如果作为演员的话，你是一个不称职的演员，我看得出你这道歉里的水分。那好吧，那我也不装了，再装下去你恐怕要把我赶出去了。不过我这人脾气是不太好，从小被我的哥哥们娇惯坏了。王局长，那几句道歉的话是真心的？真的。你那叫道歉呢？叫道歉吗？那叫要挟。你说完了吗？没有，我还是为高大炮的事情来的。王局长，这是有关高大炮的一份材料，看完了你再表态好不好？王局长，稍等一下。什么事？小心打点玫瑰钱。去吧。你想说什么？你让我说吗？说吧。打车的钱你付了吗？哎呦，我这一着急给忘了。他人呢？行了，钱我替你付上了。
你说你哪像个县委书记啊？这事儿要是要记者知道了，行了，第二天头版头条的新闻。你先坐一会儿，想喝水自己倒。对我有什么不满的，你就在这上面骂。骂？写的不错，有见地，也有文采，到底是专家，有论有据，能服人。还有吗？没有了，该你说了。这份材料写的不错，我会以市移民局的名义把它送交组织部的。你说完了？啊。说完了，王局长，你还没有表态呢。表态？王局长，难道他还不能打动你吗？这可是一个活灵活现、为移民工作呕心沥血的高大炮啊！高大炮参加工作16年，立功受奖31次，当专职移民干部5年。当镇党委书记兼镇长3年，是三建委授予的全国优秀移民干部。他如果能留下来，对达镇的移民工作是有好处的。从感情上来说，我也不想让高大炮受这个处分。但是感情不能代表原则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所有的干部都是做出过成绩的，否则的话，党怎么会任用他们呢？可是成绩是一回事儿。错误又是一回事，犯了错误就必须有人为他买单。如果都拿过去的成绩来抵消自己的错误，那还有什么责任感这一说？还有什么党性原则这一说？王局长，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冷酷无情的人。有人曾经这样评价过我，向书记。我是三峡市移民局的局长，到2003年大坝蓄水，还有不到2年的时间。这期间，三峡市还要迁走54万人。这54万人，远远不是迁走就完事儿的，我们出不起半点差错了。向书记，现实才是冷酷无情的，所以移民回乡事件。必须严肃处理，要让我们全市移民干部牢记这个教训，并牢牢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。王局长，作为专家，我尊重你，但是作为一个领导，你要是从基层做起，你或许就不忍心说出这番义正言辞的话了。
王市长，我是向云秀，我现在要见你。云秀同志啊，组织上对高大炮几个人的处分是正确的，也是必要的。陶师长，我没有说组织上错了，我来这里是请求组织上撤掉我的书记，让高大炮同志留在岗位上。你看看，你看，你这情绪就不对嘛！处分干部是组织上的权利，个人无权干涉。你这个县委书记，难道连这点常识你都不懂吗？天水同志说的对啊，我们要为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买单。我不反对买单。陶师长，用我换高大炮还不行吗？幼稚，难道你还要跟组织做交易吗？我不适合组织做交易，留下大炮同志确实有利达阵的工作，组织上就不能抬抬手给个警告什么的？我们现在就保高大炮一个人。高大炮是个好同志，处分他我也心疼，可是心疼归心疼，处分归处分，诸葛亮还能挥泪斩马谡呢，我们怎么就不能忍痛处分几个干部呢？移民局陈厚明同志改任书记，林虎同志给了个党内记大过的处分，彭博同志要是在的话，组织上也照样能撤他的职。有组织就要有纪律，这你应该懂啊。修建三峡不容易，百万移民就更不容易。国家倾力投入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力支援。三峡工程每用的一分钱都是来之不易的呀。云秀同志啊，你回去跟那几个受处分的同志讲清楚，完成三峡移民迁徙，不单单需要奉献和牺牲，也要受得了委屈。翠儿，翠儿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把东西收拾好，我们走。啊！林县长的话，你都听见了。我没有脸在这住下去了。行了，我知道。哎呀，我现在有事，我待会儿跟你联系啊。行，我待会儿给你打电话啊。小赵，哎，喂，哎，啊，林县长，这资料全了吗？哎，全了。峡江在广东任处级以上干部的有11个人，资料全在那儿。哎，还有离退休老干部呢？离退休干部也要啊？要啊，而且要和在职干部一样详细。林县长。这离退休干部都不在位了，像咱们这次经费又……哼，你想说他们帮不上忙是吧？哼哼哼，小邓啊，你得学会逆向思维啊！这些老同志是不在位了，可他们培养的干部还在呀。另外，这些在职干部虽然有权，可求的人多呀。你没有特别的关系，很难得到关照。这些老干部就不同了，只要你诚心诚意的求他，
人家就会掏心掏肺的帮你。是啊，这我怎么就想不到呢？有道理。行了，你要是真想明白了，赶紧把礼品买回来。哎，我们这次在广州要开两个会，一是在职领导会，还有一个就是离退休老干部会，花多少钱你自己看着办。放心吧，林县长。哎，回来了。累死我了。买这么多东西啊？嗯，给你买了好多呢，你试试吧。不是了，董主任，你到底和林县长说了没有？杨总，您别着急啊。邓主任，我能不着急吗？这乌江大桥工程的招标，如果没有林县长的关照，我的公司根本就没法和人竞争。邓主任，你只要让我单独和林县长见面，其他事都不用你操心。杨总，我跟了林县长那么多年，这人我非常了解，就算是现在我安排你和他见面，他也未必会帮你。邓主任，只要你能让我们见面，我就有办法让他帮忙。哎，杨总，来，我慢慢跟你解释。杨总，林县长这次是为饮料厂的事儿来的，这可是政绩工程，关系到他的前途。在这事儿没解决以前，他哪有心思见你？就算是见了，也未必能谈出什么好结果。你再等等吧，这饮料厂是个大项目，现在看来极有可能成功。到时候林县长高兴了，再安排你们见面，那不是更好吗？行，邓主任，我现在可是度日如年，实在不行我就直接去找他，行不行？我先砸他一笔钱。杨总，你可千万别去，你一去他肯定知道是我让你来的，那就麻烦了。杨总，你放心，峡江的事儿是林县长说了算，他要是不回去，乌江大桥工程招标的事儿肯定定不下来，就再等等吧，好事多磨嘛。爸爸，我不想去大西北，我不想回库尔特。我想回达镇，我要回达镇。豆儿乖，我们听爸爸的话。乡亲回峡江，是你喝醉了，稀里糊涂让人给带回来了。今天你没醉吧？你把乡亲们丢下，你一人回西北，有你这样当村主任的吗？别吓我，我早就不是他们的村主任了。明辉，你冷静一点吧。上回回来是我们做错了，我现在给你赔礼道歉。春儿，你走不走？走。叶明辉，就算你不是村主任了，难道你不是共产党员吗？春儿，这种人就不配你当你老公，也不配当多儿的爸爸。走。冬儿，哎，妈妈，明辉，
去答卷。叶明辉，你还真的是想当甩肉掌柜了啊？小书记，秋嫂，你去，你现在就去，你到峡江县委，你把乡亲们都拉来，拉到这儿来，给叶村长下跪认错。小书记，不要，不要！你不是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了吗？你不觉得乡亲们都对不起你，都背叛你了吗？你不觉得自己当村长的尊严受到侵犯了吗？叶明辉，你还记得入党誓词吗？记得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志愿加入。举起你的手。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，履行党的义务，执行党的决定，严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忠诚，积极工作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永不叛党。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叶明辉同志，难道你连一点小小的委屈都牺牲不起吗？高镇长呢？我问你，高镇长呢？报告向书记。高镇长去青鱼村了，今天村里二牛家迁坟，高镇长去给当孝子了。向书记，全镇水威县以下的坟都要在一个月内迁走，这迁坟呢可是件麻烦事儿，村民们最怕迁祖坟，都怕迁祖坟坏风水，还说坏了风水子子孙孙都要倒霉的，所以村民们都不愿意迁，有个别村民就想借这个机会多要点搬迁费，每座坟多要300，可这补偿费是算好了拨下来的，一分钱也不能多给呀。高镇长就因为这，去给要迁坟的每家每户做孝子。是高镇长自愿的，我，向书记，我们也劝过高镇长，可他还笑着说我。洪波，要不把你们家的存折都拿出来。高镇长，你今天就是再忙也得到我家吃个便饭嘛。哎呀，不了，二牛，待会儿啊，我还要赶到镇上去啊，啥回啥回啊？那怎么好意思嘛？我爹呀，他就是好个面子，这回迁爷爷的坟，你们达镇的最高领导都出来了，那我爷爷走得好风光啊。二牛，你这话不能这么说。小的时候啊，你爷爷对我特别好，好。哎呀，坐。我呀，小时候是太馋了，哎呦那个馋啊！你爷爷又是全峡江有名的猎手，哎，带我到山上去打。高镇长你好。哦，你好你好。到山上啊，去给我打野猪野兔，然后把它一烤，哎呦那香啊！我现在想起来我就要流口水了。哎呀美。哎，冯七叔！哎呀，冯七叔！哎呀，哎呀，干活呢！冯七叔啊，
你看这样，吃了中饭，再牵你家的。镇长，哎，我们家的坟就不麻烦你了。哎呀哎呀，高镇长，哎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回去吧。啊。镇镇长的基层安置工作十分辛苦，但他为了国家和群众的利益，反而在工作上更加尽职尽责，依然努力工作在移民第一线。向云秀看到这种情况，决心对他委以重任。请看《国家行动》第6集。